谢谢感谢来阳间金鼎宝宝潘佩瑜，就配合我安排服务主持。讲话比较较含慢，在所发生，闹事件欠点的所在，唔嘛咱的好朋友，会当多多海涵，多多原谅，来搞做一个指点，给我一个加一个机会。这部正式要来开演，安排咱的强棒主持，漂亮宝贝，歌声非常的赞。体格嘛非常的赞啦吼，又咪咪白泡泡，咱的小罗来给咱安排好听的歌曲，友情，来谢谢咱的小罗来给咱安排。安排歌曲友情，让我跟上，谢谢。轻松老人的歌曲，先来带动，然后是咱下样讲。